近年本地各酒店、大小餐厅都推出好多特色下午茶，好似美妆品牌联成、主题限定等，相信大家都同闺蜜体验过。如果讲到登上大帆船出去探下午茶，你又试过未？如果经常在维港两岸散步或者欣赏夜景，你应该对 Aqua 餐饮集团旗下的这个标志性传统帆船 Aqua Luna 酱爆仔不会陌生。品牌最近推出海上下午茶之旅，等大家可以登上帆船，吹着海风，看着流动的风景，来一个中西合璧的下午茶体验。张宝仔海上下午茶之旅的行程为一个半小时，沿途会经过港岛东、鲤鱼门三家村、湾仔会展和尖东海旁等等，各位可以一边享受阳光、海风和维港两岸景色，一边品尝由 Dim Sum Library 提供的特色点心，分外惬意。下午茶以充满怀旧风情的木制餐架盛载，优雅骨子，加上一系列的美味点心，好像黑松露虾饺、黑蒜烧卖、黑椒和牛酥和酥皮蛋挞等等，传统中见惊喜的配搭做得特别精致。当中编者尤其喜欢黑松露虾饺，一边吃一边闻到浓郁的松露菌香，黑椒和牛酥的外层酥香松化，黑椒和牛亦都好甘香。当然亦不少得西式下午茶常见的意大利布袋芝士蛋糕、歌剧蛋糕、马卡龙和英式松饼等等，无论你喜欢中式定是西式点心，都会找到心头好。饮品方面，除了有香甜清新的果汁，亦有适合大人的红白酒和香槟等，任君选择。海上下午茶之旅于每个星期五和星期日供应，有兴趣的话 click 入内文看预订详情啦。